利物浦跟切尔西的比赛还用看吗？一觉睡醒，哎，一抬头又是一场0-0和平局。好啦，就当是和和气气过大年了，0-0握手言和。470分钟之后的平局还在延续，我谁都不说啊。这场比赛看完，我就特别想吐槽一下阿诺德。阿诺德上场是来干啥的？阿诺德上场是来刷丢球权的，真的，4次还是5次，真的绝了。然后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是切尔西跟利物浦的比赛好看，还是春晚好看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在安菲尔德冻僵了，我觉得可能还是春晚更好看一点吧。英超春晚落下帷幕。拜拜，春节快乐，除夕快乐。